如果你觉得疲惫，感觉被生活套住，活在囚笼里，每天就是房子车子升职加薪压力山大，一定要去读读这本清华大学校长推荐给新生人手一本的书，评分高达9.0的神作《瓦尔登湖》，它会让你找到心灵真正的平静。关于人生选择，他说，生命并没有价值，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。从今往后，别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，去过你想过的人生吧。关于金钱，他说，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，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。关于幸福，他说，唯有能够自由地感受天地之大，人们才会快乐。关于思想，他说，通过思考，我们可以理智地超越自己，只要达到一定的思想境界，对于人世间种种行为及其后果，我们都能淡然处之。所有的事情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就像河流般从我们身边流过。